住宿舍的姐妹，这些宝贝都给我双份囤呀，每个月有那么几天裤裤都贼难洗，自从用了美术师内衣清洗液，血渍再也没留在我的裤裤床单上了。按压的设计很好控制用量，一小瓶可以用超级久，而且抑菌率99%，起泡少很好洗，淡淡的柚子味，感觉裤裤都是新的呢。它里面有复合酵素酶，去血渍又快又干净，一到冬天手脚冰凉，小小的暖手宝兜里一定要揣着。大宇这款超全能，可以暖手、震动按摩、美容和充电，小小的很好带，主要颜值还挺高，自从买了它，宿舍姐妹每天都抢着用，坚持个把月一字间还不是轻轻松松。我想当主人公，努力驱散恶龙，第一步我先也懂，怎么眼睛红红，我的脑袋空空，心跳开始砰砰，见到你那颗心。跟着小姐姐学卷发，手残党也可以冲呀。把头发分为两层，下面一层头发的发梢往内卷，上面一层的头发发梢内卷，再把中段外卷，再拨松头发就完成了。不到5分钟就搞定的超简单卷发，一定要学起来呀！我用的是雷瓦卷发棒，它工作是有红外线和负离子，可以保护头发，五档温度加热超级快，纬线不缠绕，用起来很方便。主要颜值贼高，才100多，学生党不冲就过分了。我告别南半球，奔向北海道，又化作那昼夜的飞鸟，将你拥抱。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say? Already left the city.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days before you left me. Every day was like I'm losing my soul. I can go on like this. Abrázame toda la noche, no nos queda mucho tiempo más. No quiero perder lo que queda. Seguimos siempre la pasión y confiamos solo en el amor. Yeah. No quiero perder lo que queda. Y más, ay, ay, a través de la gran oscuridad.把你的名字写进心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好好把看不到的夜里，我时刻在想你，你是否能听清，听清我的声音，此时此刻的情绪，我是否该逃离，才不至于彻底，彻底陷入，在看不到的夜里，我时刻在想你，你是否能听清。 You call on my life, you break the line, I'm falling for you.You're stuck in my mind. Thank you.
先にキキキキキそうしためめめめめが笑いさえに笑ったベベベベハハデイズ微風悄悄吹动花梢吹动裙角吹动短的睫毛蓄谋已久对你施法调查细胞这次表情良好微风偷袭她的嘴角她笑四款光腿神器测评，这些全网爆火的光腿神器，你踩雷了吗？分别从做工细节、颜色、弹力、贴合度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对比，选了四款同等价位、不同店铺的连脚袜测评，可以不同维度作为参考，让仙女都能在这个冬天选到适合自己的光腿神器。先来看颜色哈，南极人颜色比较煞白，很不自然，墨寻会比较发青发黄，凑近看颗粒感好重，真的很像假肢。Coco Luna 相对就自然贴近肤色多了，穿上骨骼感也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蜜橘会比 Coco Luna 稍微发红一些，更适合皮肤黑的。用料厚度柔软程度上，南极人相比用料薄了一些，其他用料差不多厚。Coco to Luna 摸起来更软一些，墨寻相比下最僵硬。弹力这方面，蜜橘 Coco to Luna 弹力不相上下，墨寻真的不值得销量10万加，弹力差且束缚在腿上啊。其他三款都会比它轻盈服帖些，很容易忽视掉的一个细节就是裆部做工，毕竟穿着也有安全裤的作用。南极人褶皱稍微略显严重，墨寻这个做工走位里料歪了，也有较多褶皱。离谱的是，还有块不知道什么的瑕疵，产品质量真的跟不上。Coco to Luna 裆部有做加厚，弹性也好，膝盖处几乎无褶皱。蜜橘做到的比较宽松，穿起来很舒服，也是无褶皱，胖妹妹也不怕。综上各角度，个人会更推荐蜜橘和 Coco to Luna 哟。这个冬天的光腿神器可以安排上了。一杯奶茶 get 的宝藏电动牙刷来了。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守护你的自信笑容 ，Use。